就是这样子哦，要不要我没办法给你，我怎么给你？这样好不好？，加拿大的朋友，龙虾嘿。 我们美国加拿大有很多地方叫做 diner 啊，他们是早上、午餐、晚上都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。平常他们早上的东西跟午餐的东西因为混在一起就变 brunch。这个节目今天我会看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啊，我带你去看很多好吃的，从这里开始走。牛排，加一点地瓜，加一点蛋，对，这样吃就是对的。 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感觉很忙，可是吃的很好。我很忙，我很忙，我很忙，超忙的。哎，可是不容易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放刀子进去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和很多人在一起开 party 才酒吧。嗯，对。除了经典的美式口味，这里也有创新的混搭料理，酥脆的软壳蟹三明治搭配腌制柠檬片。 会是怎么样的口感呢？这是你比较新的特色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要燃烧一下。OK， 好。